家老母鸡刚刚跑到那个被褥里去下蛋，结果蛋下了，出不来了，它被卡在里面。哦，原来它是跑到那个我们用来装鱼的那个东西里面，对，到那个小垒里面去下蛋，结果那个小垒翻了，它就卡在那里出不来了。因为那小垒下面是大的，那个口子是小的，那小垒一翻，它被卡到里面来。我们家老母鸡它下蛋喜欢找一些箩筐啊、背篓啊，或者是就比较偏僻的地方去下蛋。这次运气不是没有那么好了，刚好被那个小背篓给夹住了，我想把它放出来。慢慢的，吓到它了。看它下蛋了没啊？这个蛋呢，我就不拿出来了，让它续下。这个就放这里了，它应该还会再来下。下次就不知道它会不会爬得出来，把它搞好一点。